然后可能全丢了。你刚丢的吧？好几名便衣员警在窗台旁频频往下看，设法捞起遮雨棚上的毒品吸食器。以前你丢的，你丢这样不是看得到吗？你又在说谎。丢弃证物被员警抓包，嫌犯神情慌张，频频否认。拿起来没有啊？拿到。警方发现新北汐止34岁的陆姓男子家里藏了毒品，上门搜索，嫌犯却拖了好久才开门。他都有跟我讲了，那你东西在哪边？员警研判，男子试图丢弃证物，探头去看，果真看见阳台正下方遮雨棚上有个黑色包包和吸食器。啊，经检查后查获毒品安非他命两包，吸食器一组，玻璃球5颗。陆贤军坦诚不会。嫌犯询后供称，毒品是朋友给他的，全案已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记者谢宏如、彭新美，新北报道。